柔软些。所以我们今天能简单讲，这个对大家很重要。柔软心，柔软腰，要柔软语，要安慰众生，讲好话，鼓励的话。第二，菩萨的行处心不惊怖。为什么不惊怖？菩萨一境界无所求，有所求就会惊怖，患得患失就会惊怖。接下来，菩萨观诸法如实之相，都是空相，所以菩萨的心不执着外境为真实。菩萨的行处是对于诸法都无所求，无所惧，无所行。诸法本质空寂，菩萨了解诸法如幻，空无自性，缘起刹那生刹那灭，缘起空无自性，都无所求，无所得，无所行，也无所惧。简单讲，菩萨不行能所自性，能言的妄心，所缘的妄境，都空无自性。菩萨不行分别相对之相，菩萨绝不住着任何一相，知道万法都是生灭之相，万法都是败坏之相，绝不执着万法的假象。比如说执着男相，执着女，执着有，执着无，菩萨不行见闻皆知的六根妄心。菩萨一境界，诸法都无所求，无所得，是故菩萨没有颠倒，心不惊怖。这是菩萨行处，菩萨的清净处。诸位啊，这个特别的重要。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必须三种条件：一，要亲近大善知识，在《楞严经》讲，要亲近大彻大悟圣善知识。第一。第二，要有好的环境。如果你亲近了恶知恶见、邪知邪见、坏佛的正见，就很麻烦了，会断了你的法身慧命。的问题是你不知道它是错的，这个难就难在地方，刚刚初学佛法的人真的没有能力去分辨什么是圣善之事，什么是正知正见正法，什么是恶知恶见邪见邪知邪见邪恶之法。初学佛法分不清楚的，你到那边，哎，他对我很好啊，啊，一次就他对他所讲的法绝对的相信，对他所做所谓的行为举止认为他是对的，这是感情胜过理性啊。我们要把感性回归到理性，就是圣人了。抛弃理性，完全用感性，这是凡夫啊，这是凡夫。所以你亲近的地方特别重要。这第二个，一要圣善之事，二要有好的环境，好的环境。第三，要自觉能力很强，就是自己觉悟。简单讲，要是一块料子啊。孔子讲朽木不可雕啊，哎，粪土之墙不可污也。也就是说，要修行，虽然有大善之事，有好的环境，可是这个根气太烂了，太糟糕了，不是造了一个沟，是造了两三个沟。那你说有大善知识也没用啊，有好的环境也没有用啊，这就是儒家讲的儒之不可教，朽木不可雕，粪土之墙不可污也。所以
决定不可以亲近，尤其是修行人、不要亲近皇宫贵族，除非你有特殊的立场、特殊的状况，不可以亲近邪魔外道，不可以亲近世俗法。世俗法就是生灭法，所以就是所谓生灭法，你说佛法，对，要了解生生灭灭的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新加坡，他们就要跳这个天女或者是佛舞，这八世田中是清净的，它是清净的，它是一种艺术，它是佛教在八世田中落入好的种子，所以我们要为这次的表演艺术的小朋友给他大大的鼓励，谢谢他们。好，比如说世间呢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好，像 Michael Jackson 他跳那个又是前进又是后退的那个舞，是不是还有英国的合唱团很有名的 M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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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lilah Every day and anytime singing a song。 好，常常唱唱歌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今天听了一天的音乐，整个晚上好了，从白天三选 evening or midnight until tomorrow morning 如果白天晚上一直唱歌跳舞，你得到什么？我不是说他们不好，这当然也是一种健康的娱乐，佛法不一样哦。他们唱歌以后好，对，经过一年歌词换了，来呗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老歌星各个词了然后下一代又起来，像台上台湾邓丽君那个红遍东南亚，那个声音无人能比，声音无人能比所以在台湾你随时到大街小巷，小城故事多，从南西好，唱了整天整夜小城故事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，那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就唱了。好，听了以后很动听，百年难得，对，这个歌喉。那到今天是不是，当然他也不算坏事，好，他有他的粉丝，就是英文讲的 And so what， 你又如何呢，是不是？所以因此我们要了解世间有种种的娱乐，我们多支持正常，佛法可不是一般。今天哪一句话你听得进去，哪一个故事典故你能契入，你一辈子终身受用，能得大自在大解脱。接下来
菩萨不应亲近世俗法，或者是著书立作，跟生死没有关系的。接下来，菩萨不应亲近恶答恶问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有人来挑战佛法，那么菩萨应当保持沉默。啊，这些就讲了一句话，你绝对无法降服那些心不想被降服的人，他来到你面前心已经有准备了，你绝对没有办法降服那些心不想被降服的人，讲的再多也没有用。所以有时候要等待时空。第一，度众生有三种情形，用语言文字能度众生；二，用德性能度众生；三，必须用耐性等待因缘。不是每一个众生都能听经闻法就会给你感动，就会心服口服的。有的众生的心是我执我见，是很重的。我们不要去批评他，啊，他有自己的看法。佛法是尊重的，互相尊重的。接下来，我们不要去亲近那些穷凶恶极的人，或看看那些打打杀杀的事儿。我们也不要去亲近神秘鬼怪，我们也不要去狩猎杀生。以上都是我们不应当去的地方。比丘说法，于心无所希求。简单讲，如果有人上台讲经说法，包括在家居士，在座诸位，在家居士是可以说法的。在家居士哪一种情形是可以说法的？一，受菩萨戒；二，持戒精严；三，经过大和尚、大法师的认同、肯定，肯定他是可以说法的，不是居士不能说法的，啊！但是说法要以比丘说法为主，如果比丘不能说法，居士说法，那么合掌问讯就可以，不顶礼。因为比丘有袈裟、福田衣、佛制的戒律，身不礼俗，身不礼俗。所以大居士成就的也有啊，对佛教影响也很大。我们对受菩萨戒、有修有证，或者是发大菩提心的大居士们，也是抱以无比的推崇跟尊敬的啊。像台湾的李炳南老居士啊，是不是？像大陆赵普老，都是我们很尊敬的大居士。当然还有包括新加坡这些大居士，只要你为正法都对啊，都是好事啊。接下来说法者包括比丘或者居士，心无所希求。法华经特别交代比丘一句话，一比所有的法师一定要记住，比丘对你能说法要保持距离，说法要保持庄重。比丘说法对你众不生预想，绝对没有染污意，没有染污的心，一心一意只想救众生，修摄其心。所以比丘说法应当收敛自己，应当用清净心说法，尤其对你众说法必须要庄重啊，心不生任何的欲望，一心一意只想帮助他解脱。接下来法华经说，观一切法如幻，体性本空，一切法本来就没有名字，
一切法都是无相，就用今天的科学来讲也是这样啊，斯蒂芬霍金也是这样，那个宇宙的大爆炸理论跟黑洞是二十一世纪最夯的啊的这个话题。斯蒂芬霍金就告诉我们，斯蒂芬霍金告诉我们，宇宙的大爆炸最初是个指点。现在我们来讲《金刚经》，讲菩萨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不要说没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没有山河大地，因为它是颗粒微尘，只是能量的转换了，能量的冷冻叫做物质，能量的生法就是啊，就是所谓的啊气体啊，是气体，或者是这些宇宙当中，遍满宇宙当中一股能力能量。不要说地球不存在了，46亿年前的地球，太阳系120亿也不存在。不要说太阳系不存在，银河系也不存在。从斯蒂芬霍金的理论，整个宇宙大爆炸前就是这个一个指点。所以在斯蒂芬霍金他的理论，一切法本来没有所谓的名字啊，就像佛陀所讲也无所谓的名相，名相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应该观一切法无名也无相啊。台湾你打开这个电视，两个主题都在讨论这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 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的问题，要 polar bear 北极熊的问题，打开电视都在谈这两个问题， global warming， polar bear， 北极熊，每天都在讨论这个问题。好，我们这个地球所能承受的是两度C 啊，两度 C 以后啊，那么这些冰河啊涌动啊，冰河开始融化啊，海平面会上升多少，所以就靠大家啊努力了。所以法国这次啊全球气候的啊一个公约，两度 C 是极限。现在圣婴现象就是这样子啊，沙漠 desert 下大雨，该下大雨的地方变成沙漠，就变成这样子。这地球啊已经生病了，生病了，所以大家啊要祈祷，要好好的啊为这个地球做出贡献。接下来啊，那么无一切妄想，因为观一切法空，无名无相，无一切妄想，清净自性，非生非灭，本来的般若智慧之心，具足无量无边的智慧，令心纵横自在，无障无碍。因为我们不了解万法众缘所生，不了解缘起性空为事所现的道理，不知道啊，只要是因缘生的，条件所生的，它就是空的，就是空的啊。所以众生不了解生命，生命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惩罚，是一种惩罚。因此起颠倒见，执着这个地球这个境界，以为是真实的。所以如来啊，在这经典里面的弟子们就问这如来，因何众生过痛苦的日子，理由何在？如来回答，
因为众生着境以为死，把这个虚幻如梦幻泡影的世间看作是永远的真实，不知道啊生死无常啊立刻就会降临，也因此啊拼命的追求，那怎么会不痛苦呢？所以着境以为死，念念贪嗔痴，念念贪嗔痴而有种种生灭的妄想，这是第二清净处。不应当亲近什么，不应当亲近什么，应当亲近大善之事，亲近好的道场，正知正见的道场，应当亲近善良的人，应当亲近同参道友，能鼓励你修行的大好人。接下来第二种安详快乐之心，法华经说如何能让我们内心充满安详跟快乐的日子，不可以轻慢其他的法师，任何一个法师，任何一部经典，一定要尊重法师，尊重八大宗派，包括小圣俱舍跟诚实，应该讲是十大宗派，十大宗派共一颗佛的心，十大宗派都是以释迦牟尼佛为本师，释迦牟尼佛，所以究竟之处完全平等，分别是众生的妄想，在自己在分别，如来岂有分别啊？无量的善巧方便都回归到究竟不生不灭的大般涅槃，所以修行人不可以轻慢任何一位法师，不可以轻慢任何一间道场，不可以轻慢任何一本经典，这是要诸位一定要摄受自己的心。有的人讲这部经典就骂其他所有的经典，哦，这个是罪过很重的。佛陀是因为众生根基不同而有说不同的法，究竟之处是一样的，所以啊，会有慢慢的开。一，身空无分别会；二，法空无分别会；三，具空叫做空空无分别会。这讲起来真的很深，这是成唯识论讲的般若有三种：一，身空无印本空无分别会，众生本来就空；二，万法本空无分别会；三，空空无分别会。说真的，所以我说在这么简短的时间呢、真的很难。接下来不可以说是重过，出家也好在家也好，都是佛陀的好弟子，如果对方有缺点，给一点时间，给一点空间，慢慢的教化，用一点耐性，用一点善巧方便，慢慢的指导，不可说是，不可说非，不能说长短方言好坏等等。为什么？你想得到安详的心，快乐的心，一定要这么找。心无厌无悔，对业力所现的痛苦绝对接受，直下无心便是道。心无厌无悔，因为我们人是随业力而来的嘛，不是菩萨，菩萨是随愿力而来的嘛。对听法的人要顺从他的意，有的人真的佛法不懂，又来忤逆僧宝，忤逆僧宝。有一天呢、我文殊讲堂来了一个外道，讲话非常不客气，说慧律法师连一句问候都没有，合掌也没有啊！但是我们行菩萨道发菩提心的也不记恨，开口劈头没有任何的礼貌，就问慧律法师，我看你没有什么能耐呀、很没礼貌。我就说你讲对了，我确实没有什么能耐，我肚子饿了就吃饭，累了就去睡觉，哪有什么能耐呢？他说那你比不上我师父，我师父是有大神通，很有能耐的。
慧立法师，你有什么大神通吗？没有，我把烦恼弄通就是我个人的大神通。我很平凡嘛。他说那你比不上我师父。哎，我师父啊，这讲话美国的人都可以听得到。我说那用电话也行啊，是不是？我也不是被唬大的，是不是？我在这里讲美国也听得到啊。Hello， 摩西摩西。哎，我的可惜慧立法师的事，对不对？哎，佛教啊很可怕的，我都外道的骄傲狂妄。说慧立法师，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我是跟他讲啊，谦虚是智慧的开始啊，希望啊能够懂得保护自己的清净心啊。我们常讲 ，knowledge is power， and wisdom is power。知识就是力量，智慧就是力量啊！希望你能受益。我跟他问心合掌，他的态度很傲慢。哼，哎，我当然也是不会说，哼，做法师不能这样子的。哎，你，我就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那我们没辙，是不是？我还是对他很好的，不轻慢出血，不轻慢外道的啊。还有的人，有人来难问，用小圣法来难问，问难变来变去。那么修行菩萨道的人，应当以大圣而为解脱，因为小圣法。某些所谈的啊，照见五蕴皆空很好，那么以四大啊为空，在楞伽经讲啊，楞伽经讲还有楞严经，小圣大圣的分水岭是小圣以地水火风为真实的，也就是说小圣认为这个宇宙当中是地水火风所构成的，他们认同这一点。在楞严经讲，那地水火风空无自性，不可说有也不可说无，若说有即朝常见变成外道，若说无即朝断见名为断灭见的外道。所以我说佛法很深，再讲下去就没完没了，只好点到为止啊，让一切众生得佛智。第三，怎么样能够让众生快乐安详呢？啊，不可以轻慢这些众生，不可以求一直去寻找众生的缺点，不求其长短，也就是不要一直找众生的毛病。那你找众生的毛病，众生都有缺点，来了以后你好像装作很，我知道你的缺点很多，劈头就讲，一直讲，那众生会远离你啊。我也没有这样子，你一直说这是我的缺点，这会动断众生法身慧命的。所以对示众法，对出家在家示众，应当不要求其长短，这样会断众生的法身慧命啊。那么示众有来求三圣法，小圣、中圣、大圣的，如果你有能力去精通佛法，无得脑知，不可以恼害他，也不得细论诸法而有所增进，意思就是说讲到最后两个就杠起来，讲的脖子这么粗。六祖就讲真语言，这个真啊，一个是斗争的真，不加语言，斗争的真是斗气的意思，胜负的意思，争论的真加一个言部，是说思想上看法不一样，而且言论上的支持，这个叫做早已我执我见，法执法见，
空执空见，问题出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佛陀说呀，众生的妄想业力习性会变成人生的大不幸。人生之所以不幸，是因为有妄想强大的惯性意识，所以我们活得煎熬痛苦很累。很多人跑去自杀，很多人跑去自杀。所以啊，不可用争论的心把佛法变成一种戏论对杠辩论，没有任何意义的。在台湾呢，你有一些居士团体就写信来啊，骂或者是某些团体啊，批评师父慧律法师的啊，批评我，我都谦虚的虚心的改进，但是我一定不会啊回答，因为六祖讲啊，真以道相违啊，你都已经觉得你这样是对的了，心不想被征服，心不想被说服，辩论有用吗？对不对？倒不如早上起来喝，好好的喝一杯咖啡。咖啡是不是啊？晚上大家一夜好眠，争论这个没有意思。接下来怎么样可以得到安乐快安详快乐之想呢？与众生起大悲想，与如来起慈父想，与菩萨起大思想。记得，与众生起大悲想，众生是让你救的，不是让你恨的。以如来其大慈父想，为佛是我们的慈父。以菩萨其大思想，说一切法必须随顺不生不灭的真如无相究竟大不涅槃之法，不可以用妄想说法。说究竟法平等，平等心说法。无量的善巧方便，善以比喻，不多不少。对方虽然深爱佛法，不应当说，也不多说。说法必须恰到好处，若因缘根气不具足，多说无益。接下来，如何能令众生安详快乐呢？于在家出家人生大慈心，出家不一定立刻就断烦恼，要救出家人也要做在家居士。以非菩萨人中，就是根气不够的外道，要同情他，要怜悯他，不要跟他对杠，不要搞到后来啊，惹上杀身之祸呀。诸位，狂热的宗教分子，你得罪了狂热的宗教分子，会有杀身之祸的。我们行菩萨道，发菩提心，应怜悯众生，施大利益。这辈子没得闻如来的正法，是人生宇宙当中的真理的如来正法，一切众生大损失，大大的损失。因为众生善根福德，福德因缘不具足，对如来方便说法不闻不知不觉，从来也不知道要怎么问，没有信心，也不理解，不闻不知不觉，不问不信不解，所以众生可怜。虽然那个人对这个经典不能问，没有信心，也不解佛的真实意，但是我们行菩萨道，当发菩提心，给个机会。所以要发如此大愿：若我得无上菩提时，必以神通智慧力引导之，令其得住啊如来的正法，慢慢的见之解脱一切痛苦，究竟成佛。所以证得大不涅槃，
成就无上佛道，我们的佛性就会显露。如是的佛性啊，就得到七种受用。我们时间到了，哎，对不对啊？ 9:45 time up， 9:45啊，哎，我也怕这个，哎，这个我们慧雄大和尚啊压力太大，我一直讲他就一直看表，还不下来，还不下来，这搞什么东东啊？我怕你老人家压力太大，所以我准时了，45了，是不是啊？明天要不要来？自我鼓励一下，太小声了，没听到。嗯。好，我们把现场交给慧雄大和尚。好，请大家起立。合掌，我们跟随长老念回向。好，请合掌，愿以此功德。愿以此功德。底下我来念。消灾在座诸位高僧大德，消灾在座诸位比丘比丘尼，消灾在座诸位护法居士大德以及发大心的义工，消灾在座诸位出钱出力以及设立的啊种种牌位，上报四重恩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同生极乐国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花开见佛悟无生。不退菩萨为伴侣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好 ，See you tomorrow night， 再见。李谢长老，大家合掌，行三问讯礼，一问讯，再问讯，三问讯。好，长老要下座，我们大家不要离开先哈，我们还要做一个祈福，我们要祈福，大家一起念佛哈。好，请就坐。